多对话之中，我发现感情没有想象中这么好，很奇怪。怎么会？大家感情很好啊。不要垃圾啊！除了垃圾之外，我更加确定了，他们绝对没有感情啊，现在是一种一夜情关系。那你很奇怪啊，他突然办找了一堆一夜情关系的人来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两起命案又发生在同学会之中，这很奇怪的，那你不会凶手吗？啊？什么什么什么的啊？哎呀，我从一开始就说了啊，我一面撒钱一面说的。哈哈全部听我说话了嘛？但是我这个，当我已经这么有钱，应该是肉体上的生活已经满足了，只是他心灵还是很空虚的，所以我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你靠杀人来填补你心灵的空虚喽？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我当然是要友情来填补空虚，所以我办同学会嘛。来，尹峰先生出来一下。哎呀，那个阿航死前那个动作怎么跳？挺帅的。记得就 A B A 防跳功。A B A 防跳功，再多没打。那个什么阿航死前什么异状？我们只吃一点点心而已啊，没什么特别的啊。那点心是什么？说到点心，没事。尤董都已经那么有钱了，三餐都给我们吃水饺。实在是，真的先生，你是不是在怀疑我？没有，要钱，真的不是凶手哦。我没有说是凶手，快点。老头，请来看图。快点啊！几岁啊？这是。是比你老多少？那个，那个什么，你进郭立伟房间的时候有查什么异状吗？什么异状啊？异状。思考一下。根据热力学三大运动定律，这个臭味，对，臭味，像你身上这个味道。另外一种，我想一下，我记得是啊，韭菜啊，就是你身上味道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死糟了。等，干嘛啦？你很烦呢。偷偷跟你透露一件消息啊。好，跟你讲啊。后面那个穿白衣服那个，看什么精神病啊？就本身有神经病的那个医生啊。你不觉得他怪怪的吗？我应该比他好一点。还有问题？我觉得他就是凶手啊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，假定啊。各位，点心已经来了啊！点心是什么？吃点心，又是地瓜汤。连续三起，
你一定很赌烂哦。你在说什么鬼啊？连续三集已经炸了衰竭，这有问题啊！哎，交给我来办好了啦，这个杂碎。我啊？我。我回去先想想。啊，你慢慢想，慢慢想。奇怪，奇怪。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。